警方，在掌握嫌犯行踪后，持机票在捷运计极板站将其逮捕到案，并且带同郑贤前往嚣张的自行车店取赃，查扣郑贤所窃取4架5000到10000不等的自行车6辆，均被郑贤以4架1/10。约1/10的价格，贱卖给自行车行嚣张，价12辆，十二辆大概就大概7-8万元了，7-8万元，嚣张的大概7-8千元，哎，是的，哎，每辆的车单价大概都500到1000块，最高就1000块的卖给车行，最高的价值最高的大概10000块，就4架大概10000块的车辆，然后都卖用1000块卖出去而已，全案调查后。移送地检署侦办，并经法院裁定收押。